什么来的？杨瀚。唐觅在吗？啊。唐觅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啊，就来了。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厉少聪呢？不知道。要不你去沙发上躺一会儿吧。不，我要去你房间里躺一会儿。哦，好，你小心点啊。怎么喝这么多？来，小心点啊。慢点。Have a good time. 来，我们马上点。来。好。别走，我不走，陪你啊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呀？你做什么？我要洗澡。啊？你一个人可以吗？那你要跟我一起洗吗？浴室在那边，我去给你拿睡衣。